有緣人，我是 Alpha Lab， 今日我哋嚟到萬里長城，大家一齊去參觀一下。百利达广场位于旺角广华街三号，单栋式的物业，发展商是恒基兆业和恒隆，楼下有商场，附设有会所，单位数目有272伙，间隔是由两房至到三房。今次介绍的是一个两房454平方尺的单位。单位的特色是拥有一个相当开扬的景观，加上位处于旺角，交通方便，四通八达，附近民生商店应有尽有。各个房间的面积虽然不是很大，但是最少每一个都有窗台，光线非常充足，适合一般小家庭居住。你对我啱啱介绍的呢个物业有兴趣，请你抄低我电话，任何时候都可以找到适合你同你屋企人居住或者投资的优质物业。同时，如果你是附近的业主，亦都可以透过呢个视频去介绍你的楼盘，找到有缘的买家。下次见啦，拜拜。